如果有一天你们家可怜到只剩下了鸡蛋，不用担心，试试这个简单又解馋的巨型舒芙蕾，只需要三颗鸡蛋和糖。先把蛋清加糖打发到弯钩的状态，再把蛋黄加糖打发到颜色发白，最后把蛋黄和蛋清混合均匀，蛋糕就做好了。倒进模具或者烤碗，150摄氏度烤60分钟，很适合厨房小白和烘焙新手。